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冒号书法。下边我写一下这个内容，请朋友们给点一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请朋友们点个关注，下一期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